公司客厅里不准老板上四本一毛换菜籍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绝版赏析节目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嘉宾还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小王桂清老师。王老师您好。你好你好。那么上次呢，我们已经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连台本戏的一些情况。那么据我所知呢，这个连台本戏呢，它是主要的有两个角色，一个是前半部分是陈琳，后半部分呢是包公。而我们上次介绍了几位这个著名的这个表演艺术家，像这个常春恒啊，周信芳先生啊，包括这个林素申先生啊，甚至包括这个陆兰春、小达子，他们都是以这个老生英公的这样的演员。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包公这个人物呢，其实呢，在传统戏中呢，一般都是花脸来演唱。是的。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好的，这个大花脸啊，唱功花脸，它叫铜锤黑头。嗯。那么到了这个连台本戏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咱们的行话叫生旦净。对，那会儿净好像老是不行，这不要怎么起什么理由？是不是上海没花脸呢？有花脸。你比如说当时来讲，当时有个叫刘永春，就是刘小恒他们老爷子，刘永春很好的。另外还有金少山，我跟你说一跟笑话似的。嗯，有一个老师跟我这么讲，说裘盛戎啊，在我们老师那儿唱开锣对斧子。嗯。那会儿裘盛戎已经有点这个了，嗯，但是呢，你只能在前面唱，这是这花脸问题。那么上海这个连台本戏呢，上海连台本戏是这样，你比如说，我是角儿，我是头牌，这头牌什么都是你的，什么小生、什么老生、什么花脸都是你的。哦，哎。其实常春和人唱武生啊，不是唱老生啊，也不是老生，不是唱老生啊、嗯，因为他这个什么，他这个九曲叫陈琳唱好了，那么到包公呢，包公谁唱啊？其实他那里有花脸，你也不能唱，那得常春恒的啊、哦。那么常春恒呢？常春恒他不得动脑子吗？这个包公是黑头，我怎么唱啊？嗯，首先是扮相呢。他这个包公出世狸猫换太子，到包公出世呢，包公是小娃娃，嗯，那么他想什么办法呢？就是下边面部啊有点红的，那就不是全黑的了。就是您说这包公跟传统戏的这个有区别啊，首先在扮相上就是有区别啊，上着红，另外呢就不戴满了，嗯，戴无柳，无柳，这个无柳我知道呢。也不是上海人，人外边来的啊。那个是上海有一批戏叫改良戏啊，就是带五柳的啊，也是吸收发展了。哎，对，嗯，为什么这个带五柳呢？他就觉得咱们老的，你带这个这么大的胡子，你怎么吃饭，怎么喝水啊？另外呢，那个咱们这个艺术都是属于夸张的，你比如说啊，梅子。这个眉你就知道，眉子长眉毛，嗯，他眉毛画两点，那黄盖这两个画两点，那就是眉子的啊，他属于那个不是那个生活的演出，属于艺术演出。那在服装上，这包公和传统戏是不是有什么区别？我跟你说也有区别的，因为这个常春恒这个演员呢，他是从陈琳到包公和五柳揉点红的。那个脸谱也有的跟正，你看那或大花脸，他是大扮呐、啊，是吧？他这得收缩一下子，老身收缩一下子，没那么黑了，等于说是。哎，没那么黑了。那个穿的东西嘛，还是蟒还是蟒。嗯，有一个特点就是围三尖儿。嗯，什么叫三尖儿呢？就是大云肩呢，挺漂亮的。这是一个情况，还有一个情况呢，他36本呢，这个包公得查访。不是老是办包公的，不是老是做开封的、嗯、他得去查访，查访是各式各样的，有办老百姓的，有办什么东西，有办道士的、嗯、有好多种情况的。36本构成像咱们现在电视连续剧一样了，是吧？对的啊，所以说这个连台本戏呢，就是电视连续剧，因为他红就红在这儿，他一本接一本，一本接一本。
我觉得他这个连这个狸猫换太太是最好的是剧本。我跟你说，两个戏，一个打龙袍，一个端太后。嗯，谁不清楚？人大家都清楚。玉火龙袍，您怎么改呀、啊？当然是有点迷信色彩了。嗯，落帽风，包公的帽子给风吹掉了。这是扣子，扣子什么扣子？包公就说了：“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，你们去给我捉拿落帽风。”他就西部就来了嘛。爷太，你让我去哪儿去找落帽？这个落帽风风吹到了，我哪儿找风？我怎么找啊？无精打采，碰见范仲淹，他这个扣子是在这儿。他增加人物了，增加这个人物叫叫花叫范仲淹叫范仲淹呢，他属于收养李后，就做他的儿子为他服务，一个字非常孝。那个妈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。咱们一般的呢，就敲锣打鼓，你要来，有冤的来申来诉冤啊。他的改的好的地方呢，我跟他说这个人改的太厉害了。李后说啊，我不能出去。让他来见我，要不去就是不孝。嗯，几番都这样。哎，那我去吧。去了到包公这儿，你怎么跟包公说？你那是包公啊，你普通的老百姓，你怎么说、啊？说不上话。哎，吞吞吐吐说我老娘啊，请您去一下。哦，请你去，请我去呀、啊。好、那我就去呀、啊，清官嘛。顺轿，哎呦，他说包大人。您这个叫的我那个地方，您叫的进不去，叫的进不去呢。包公思考思考，好，不行，前去。这个扣子在这儿呢。嗯，他这一句不行呢，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。他这咬着咬，咬到这个扣子了，投钱带路。这个投钱带路呢，起水里边大逛得逛，大把来得逛，就怎么着。这么一个整个的水滴鱼啊，没玩意儿。嗯，这个范仲淹前面走，咣这，咣回头给你跪一下。嗯，就你太好了，这嘞咣怎么嘞这又跪一下，最后跪到寒窑门口，观众就受不了了。观众就受不了，实际上没玩意儿。我所以说他厉害就厉害在这儿。不准骑马坐轿！二不能鸣锣开道。三爹，三要包大人步行前往吗？两旁车迟护卫范仲淹有老夫念你是个孝子，哎，多谢大人，我随你前去啊，也就是了范仲淹有滔天大冤狱是。到了寒窑了，到了寒窑呢，让你老娘出来。嗯，哎，好，我去请他出来，到老娘这儿啊，我出去见他，让他进来。哎呦妈呀，您这不开玩笑了？您我让我去让他进来，他是官儿啊，让他进来，非去不可，不去不孝啊。那我去吧，跟包公说，对不起，我妈妈年纪大了，请您进窑。这个包公又思考一下，嗯，你让我进去进窑了。最后好，前面带路。这个范仲淹太高兴了，这么进窑。进窑以后呢，一般都是有唱，他不唱。嗯，那个一样的，
摸摸有没有什么整啊，这就全是一样的，摸包一样的、哎、都是一样的。最后包公四句就是我唱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哪有过凤驾驻寒窑，嗯，哪有过凤驾驻寒窑，哦哦哦，那个太漂亮，唱的这不像我唱，像我唱就麻烦了，太漂亮。这一出戏，这个段太后就唱这四句，嗯，四句唱完了以后嘛，这什么完了，唱完了以后，好，我一定上金殿给你，就王朝办案，前面带路出窑，杠当不来去，多谢包大人，老木来，嗯，我还没看过瘾呢啊，我这儿完了，哎，这儿完了，留悬念。大中华公司客厅吕不群老板上四本一包换太子。这个唱腔上和以前的这个是不是有区别呢？当然了，这包公的唱腔，我跟你说，包括这表演上，过去的包公呢只唱皮黄，嗯，他前边唱段的，前边包公前三本的唱段还是都是皮黄的，他到以后来了高波子，嗯，各式各样的唱法。这个高波子呢，属于南派的。南派这个路段，您靠北，人家不唱高波子，北京没有唱高波子。哎，你说的不对，现在有高波子，杨门女将就是高波子。是，别忙，仙游还有高波子、野猪林也有高波子。对，野猪林有高波子。为什么要有高波子呢？我跟你说，有写南方的根呢。嗯，一个是李少春，嗯，一个是李万春，这个两个都是在南方长大的。他有写，就是包括教工的老师和乱七八糟人，他都熟悉。嗯，
这个李少春老师呢编到野猪林，这个野猪林这一场啊，您说您唱什么，什么戏皮二黄，你有时候还得留着，他后边还有唱的吗？对，唱高脖子，就这么借用的。嗯，我知道是解放以后李少春老师用的这个高脖子，后来就多了这个，所以就脖子到现在，现在您上海听不见脖子啊，哎，您到北京老是脖子。这个脖子传到什么地方呢？跟连台本戏一样，这个连台本戏不是上海有，您离开上海，您还得到外地还唱连台本戏。大中华公司这个李国军老板唱六本地方欢唱戏。小文清老师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李桂春老师在唱腔和表演上有些什么特色？这个李桂春老先生，他一个是吐字比较狠，嗯，而且准；第二个呢，嗓子好，唱腔不一样。你听他的录音，他唱腔不一样的，而且是他是另外一种唱法。嗯，还有做表演，表演这个做呢？嗯，我觉得也有特色。你比如说，现在我们看看那个，就拿打人架这出戏来唱吧。他这个，他不是一样，不是抗击在一抗，不，他不这样的。他到处甩袖子，甩袖子，狠就是狠一下。他这不八大唱，他这么样子，跟张飞似的，他瞪眼睛这样，眼睛动。这个人包公都没有的，包公拿这玩意儿，这个、就是他的发明。就是说，表演充满了激情，充满激情，而且呢，他卖力。嗯，如果他不卖力，不会唱三十六本。他这个三十六本是本本卖力，不是一本卖力，本本卖力。他后来就特别注意，我这个关子一定要弄好的。等到这个关子全唱完了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观众就叫好了。这个小达老人呢，有给我们留下这么一句话，叫关公要文，
包公要武，他不说这句话我真不清楚。这个包公满他跑圆场转呢，那是关公的事儿。关公他说关公要文，包公要武，这句话厉害了。因为你查案子，你况且这你不是那个老包啊，你查案子你不得去查吗？你什么活都得干呢。这个老人给我这句话，我是深深感动。为什么他跟我说这句话呢？我在天津演出，他来看戏了，看我的打人架，他高兴了，他觉得哎，我这打人架有人继承了，这么他来看我。